荣获台北电影杰辛科影后的张荣荣开始接拍电视剧了，不过更受大家目光注意的是男主角刘以豪，还有最萌男友之称。很好啊，希望下次有人可以找我拍那个牙膏之类的产品。露出招牌笑容，顶着一颗卷毛头，再加上迷人的眯眯眼睛和灿烂的阳光笑容，迷倒不少网友的心。现在更首度担任电视剧男主角，要和影后张荣荣对戏。应该是他有没有被我电到吧？怎么会是我被他电到呢？有，一开始要对戏的时候，就哇，荣荣哎，是混血美女，该怎么办？对，一开始还蛮紧张的。影后对戏，刘以豪有点小鹿乱撞，两人将在戏里演出亲密戏，更是增添不少暧昧气氛。其实从模特出身的刘以豪接了不少代言广告，在校园剧里崭露头角，现在更要成为男主角，靠的就是实力以及永远不变的灿烂笑容。中央新闻张哲如、林文婷 SNG 小组新北市采访报道。